早安。各位早安，这两天的天气太好了，我决定跟绿岛两大包袱最重的教练来潜一个水。来，第一包袱重，第二包袱重，哪有啦，好不好？尤凯、小安，好不好？这两个人昨天相处了一个晚上之后，发现他们就是绿岛的。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，决定还是去潜点水，然后李家人就先放生在很难听的民宿新月屋里头。虽然说很难听，但是蛮好睡的。那个床我真的很喜欢，然后那个被子超级舒服。因为你马上换鞋了。你就会说啊，床就床，被就被，没什么好舒服不舒服。第一个翻身的时候，那个床不会就是让你陷在里头，然后它够挺，被子是厚度刚刚好，不会太热，也不会太冷。然后它就这样有一股重量压在你身上的时候。就自然就是睡着。我现在就跟小安还有尤凯准备下比较近到达的一个潜点，大白鲨或者是十字架或者是小丑岛。OK， 去处理。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水这个频度没有人没有流。昨天呢、啊，我们要进来的船大概只有三班，今天有十五班，你就知道说等下会有多少人进绿岛。但你看现在这个画面多棒啊！哎，天气这么好，白云蓝天，大海。哇，爽啊各位，下水咯，带你们去看一下好了哈。光拍起来超漂亮，真的超美的，真的很漂亮，下面超美啊，下面超美超美超美的。尤凯跟小安带我来玩一下，来早上是没行程的，硬拉他们出来，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被社会化了，每个人都没有要玩水的意思，他们现在都在赚钱，没办法，年轻人创业嘛，必须要认真一点，但是还是必须由我这个村长来带领你们啊，保持初心啊，在赚钱之余，好不好？有好朋友要来的时候，不忘娱乐，拥有保持快乐的心，你将工作起来效率才会更好。那我们就回去喽，舒舒服服的潜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冒水一下，准备回去。这就是我的一个人生之道。你看我让平常外景那么忙，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外景，然后又要拍东西。可是我是用不同的心态在面对这件事情，所以可以还是要请你们多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我才会有动力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也会看到很棒的画面，你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这种很爽的画面。耶、yeah ！今天是蓝绿岛，有路有路 ，REC。OK 好。现在是绿岛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又要去一个地方，就是跟昨天一样，石老。没有，一个地方，虽然说这是一个地方，可是一个地方不同地方下水会有不同的景色。好，而且每天天气不一样，所以看到的东西会有点。今天天气更好。本来想要带你走秘境，但是我觉得你的频道不太适合，因为频道不想看到你家一直流汗。哎，我今天有化妆哦。
哎、欸、吗？各位，一分钟后马上不见。然后今天要陪我先去玩水，有豆豆、吉拿棒，还有村长跟真正的村长夫人。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快点，全部在等一个。我要下水了 ，OK。等一个，快点呐、啊！现在已经在海上了，然后刚经历了一段就是下水游到这个到顶的这个过程。你现在有晕浪吗？你现在有不舒服吗？完全没有，超 relax。之前跟谁飞行的？看不出来你很喜欢之前。来这边就是不管是之前还是水飞，我觉得都非常舒服。抛弃恐惧，完全没有恐惧，一点恐惧都没有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慢慢的来。然后舒服的先练习一下，之后我们等一下来做下潜，由你掌镜来看看底下的小丑岛到底观众看不看得到。好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加油，加油。好。OK， 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我现在可以帮你水色了，以后野七二级摄影就是我。看你死的样子，你说你要包水色？我可以水色。好、OK 啊，来来来，包水色，包水色。好，来喽。来哦。摄影师，先上来。镜头、欸、有啊，你觉得刚那个你那一颗 OK 吗？我很满意，我的演员如果可以更棒，补充那个部分。我刚刚没有涂好，是真的。对，刚刚水色 OK， 演员不 OK。刚刚是我不 OK， 你 OK？ 对，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摄影师过来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再一次。等一下的深度就是以我为主的。OK， 现在其他人决定就是要变成水色，然后现在要导演要导一下戏。好，来怎么弄？我现在要拍三美照。对，中途要稍微导演。OK。是。到那个面光亮的地方，我们这样放比较好。对。然后等一下这一集会是主观摄影。OK。那边就是二级拍侧面。OK， 没问题。我这边就定位了，导演。导演，好来。都不 OK， 太阳公公 OK。Okay. 你现在干嘛啦？继续玩，我要拿。牵手怎么下去？一起啊，我数。这么强。下去再牵手。1、2、3，然后我们维持大概2到3米就好，不要太深。OK， 我就看这样怎么弄哈。好，来喽。OK， 他们都准备好了，来喽。对哦。准备了。1、2，那应该是 action 是什么？好，action。你在干嘛啦？说白痴撞来我这边来，对吧？我还把他推开，哎，太近了，不是你游过来，是你游过来。好，我先推，好，对 ，OK， 我就看你们怎么下。我就会钻过去哎、欸！你怎么就会钻过去？妈！不要自己跟，你还是自由的。不是 ，OK， 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知道。摄影师的问题要对。OK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，我下次再改进。
开始纠结。老师，这我看不懂你在干嘛。我刚才打到东区没按头。我们要表演节目。对，我真的看不懂你们在干嘛哎、欸！你们可不要做这么就是奇怪的动作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给一些剪接的素材，我自己觉得可以把这个剪得超棒。没办法吧？感觉真的很强。真的没办法吧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很难。你们根本不强啊！我很强好不好？我超不强的、欸。我刚刚水色也是蛮强。真的都拍不到什么东西。你要不要先回去了？你现在呼吸管的话，就直接吸到水，因为你的水就直接插在水里面。快点啊，回去了啦！好，回去了。趴着，趴着游回去。我行李八点就下来，在那边，在外面。我就是没有来过绿岛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样一个感觉。命比较好的怎么样？所以富贵妹的命叫做富贵命。想溜走，溜到没有纷扰的角落。绿岛跳绳，我觉得这样标题不好看，就是要你说叫恐惧再见，恐惧再见。记忆里。一定要来吃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以为你要讲出什么东西。蓝色天空下，鸟儿自由是我的追求。我感觉这都是你的东西啊。最终的梦，不愧是富贵命呢。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。好富贵哦，超富贵的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奢华的。白仙，你为什么要挑战恐惧？为什么要战胜恐惧这件事情？告诉观众朋友，我觉得你敢，我觉得你敢，你就要告诉你，告诉你你自己敢。好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战胜恐惧。期待还有七彩的梦幻乐园。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，野人气要不落，生命中会不断的蔓延，其中过度七彩的梦幻乐园，闭上双眼慢慢的用心体验，即使梦也会有终点，就算伤悲会带着笑脸，带着勇气开始这奇幻冒险。不行，再见恐惧，再见恐惧。哎，成功嘞！强哎，强哎，哎，强哎！算是蛮放松的，而且很漂亮，里面很漂亮。OK 喽 ，OK 喽，走喽！耶，强哎，强哎！走喽！刚才顺利的通过了时光隧道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洞穴，但是要过去之前。需要一些勇气，我们会觉得自己可能过不去，因为中间是没有任何的出口的。那我刚才通过它的时候，一开始这个洞穴非常的黑暗，这个暗会带给我们一点恐惧。那慢慢放轻松，就会顺利的看到光，然后就往这个光前进。所以呢，我刚刚悟到了一个人生的小道理，就是面对黑暗的恐惧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放弃。